崩潰啊！今日嘅 IKEA 又係人山人海，我驚得你落啦，你落你落，唔係你落你啦。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金玲，今天是韓國的一個星期六，今天就要跟阿曹出游，其實就是跟他去波州的 Outlet 那裡，因為呢之前其實我很不孝地忘記了5月第二個星期日母親節，我就什麼都沒準備到，剛剛阿曹就說起波州的 Outlet 很好賣，他就說可以在那裡買禮物給媽咪都 OK 的，那裡他又有些東西想去那裡買，所以我們就約了今天一起去波州了，雖然遲了很多，但是都用心意搭救，還有呢今天阿曹他就會揸車嘅，應該喺我條片係第一次見到阿曹揸車，因為我屋企近波州啲咧，所以我就叫阿曹過嚟接我一起去波州啦。今天又是沒有洗頭的一天了，其實我剪片的時候都會很厭倦自己，為什麼我每一次都是沒有洗頭的時候才來拍片？因為呢我通常都兩日先洗一次，我昨天洗了呢，昨天用了來做事，所以都沒有拍片，跟住每一次到我拍片的時候，我頭都是沒有洗的。好，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去波州啦。哈珠 premium store 你的琴聲像啱啊，是不是這個應該是，我說你在我的片上第一次駕車，是啊，我們來了 IKEA， 因為他很急尿要去廁所，打算順便吃個硬的 tea， 他爆急尿就來拉了，跑了去廁所。好恐怖，我們現在來了 IKEA， 為什麼這麼恐怖？因為這裡真的很多人啊，我終於捕捉到這個在廁所外面的人，但你叫做去了這麼久，好痛啊，都有時人急起上來真的很急。我們現在不是吃東西啊？是啊，吃一點咯。你幾時出呢條毛？仲有兩條先出呢條毛，有限。因為呢幾日都落雨，所以我應該影唔到相，咁我就會專心剪片啦。我瞓咗一觉之后就嚟到咗波州嘅 Outlet 啦，劲耐冇嚟过。我呢度有阵好香嘅 Outlet 味啊！我哋影俾大家睇啊！但影唔到，但系俾大家睇，戴住口罩都闻到咯。全部半价，再加七折，有啲货品再有另外八折。好，我最后决定是买这个袋的。跟大家報告我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現在是韓國時間晚上八點半，本身今天打算來拍 Dookbookie 的嘛，其實你好嗎？還有多一個嘉賓飛飛飛，怎麼這麼暗的？可以不要露到他的人是女仔來飛這個 vlog 本身就是講我去完波州回來的，那為什麼會突然出現在這裡呢？其實我本身是想著我這個 vlog 下一個 session 就是回來吃我的年糕啦，回來電我的眼睫毛啦，還有回來整我的眼膜啦，這個角度這是什麼角度來的？韓國人他們喜歡同即係同人講同一句嘢嘅時候，一定要鬥快講吱吱蹦，但係唔係講吱吱蹦，唔係我香港人唔係就係打呢個頭跟住許願咩？嚇嚇！喂，你唔係九十後嚟㗎，九十後嘅人個個都係咁，一定會拍你個頭。我同你爭年，但係我好似同你爭好多年。我睇嗰啲係可能睇海賊王，你睇柯南。你不是接觸日本 drama 的時代咯，我是喜歡看以前日劇那些，因為我哥喜歡看那些，我台劇都看的，作劇之吻啦，著命中注定愛你啊，是啊，知你的事。先說今天發生什麼事先，我先說我
諗所有做過網店嘅朋友都可能會有過咁嘅經歷，就係、是、做完一個鐘頭 live 之後係冇 save 到，其實唔係我哋冇 save 到，係被 cut 咗 ，cut 咗之後咧。是完全沒有任何留底，沒得給我們留勁崩潰，是過了整個小時嘛，是啊，未過一個小時，因為一個小時他會 cut 我的，不是，但那時候已經是做到最後一套衣服了，是啊他這個笑聲很療愈啊，點點地啊，還要我們日頭做，不是大家放工時間，所以大家是不會報住我們 IG， 是想著我們 save 低的嘛，本身是想著為什麼日頭做呢，日頭因為陽光，是啊是啊，是為了陽光，是啊，還有日光那個色差好像沒那麼大，跟住我們要試這個，這個是什麼呢，這個就是我之前拍過一條片說話欺騙了50萬名觀眾的那個片，因為呢知不知道我有看啊，你知不知道我認識你之前呢我對你最大的印象就是蛤他買韓國東西之後跟住嗰陣係瘋傳你賣假嘢，啊係咩？跟住我都冇去再證實你有冇賣真嘢定點。哦，就是、因為呢樣嘢，我識金鈴之前咧，係以為佢係一個賣假嘢。係啊，就係、是、因為嗰條片啦，跟住之後咧係好多人買咗啦。朋友可能佢話去澳門個表妹都買咗，跟住之後先同翻我講咯。跟住我嗰時一直都唔知道，但係嗰條片我睇到嘅時候已經係五十幾萬人睇咗啦。嗰個公司係一啲架空嘅公司嚟嘅，應該係大陸嗰啲公司嚟。即係坐咗喺度。哎呀！哎呀！唔係好襯啊！照鏡。好乖喔，然後正版就是這個眼膜，這個眼膜是 for what 的呢，就是 for 我們那些下陷型黑眼圈啊、八字紋啊各樣東西的，你都想敷啊，喂你有沒有下陷問題，你現在成一歲幾了他有下陷問題即其實是你眼下面這個位置的，我想摸一下也都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佢只腳咁伸出嚟好得意啊！佢做咩都好得意啊，雖然佢好曳。嚟嚟嚟，捉住佢啊！依家咋？佢樣勁無奈。我哋今日咧喺本身以為會好天嘅日子，嚟咗燕南洞嗰度一間咖啡，諗住做嘢嘅。拜拜新衫，跟住咧，我呢个咁夏日咁田园风嘅衫咧，系为咗想嚟呢一间 cafe 嗰度打个卡嘅，因为呢间 cafe 咧佢有个 rooftop 咁嘅位置，影相咧系几夏日，但系而家个天系咁阴沉嘅，唔知道可唔可以影到靓相？吓、啊，好靓！我想讲呢间。剛才他拎上來的時候整整經過一陣之後所有人都走了，所以我們是可以包場的，因為上面太冷了，坐坐一下，所以我們下來一樓。哇，這個位置挺漂亮，雖然這部機器很重，但是它的鏡都挺漂亮，是歪的，所以我都會堅持帶這部機器出來拍 vlog。他現在做一個新進的 YouTuber， 大家去 follow 他啦。嘿，又來到我家啦，為什麼他又出現在我家呢？這幾天不斷叫朋友過來我家吃豆腐結，因為話說我朋友呢那間公司他們是分靠定的公司，即總之呢就是那些人有些新的 idea 新的發明新的產品呢就會放在他們公司平台，那些人就會集資，如果可能他夠多少錢呢就會再推出這個產品那些呢。那韓國呢他就、有一個未上市的豆腐結給我試吃，因為他問我喜不喜歡吃豆腐結，其實我就說我都 OK 的，我不是說特別好，但是我都可以試一下的，因為他說這些 Dubuki 和你便利店買的那些不同的，便利店買的那些你叮翻熱那些他們經過了一些加工，所以是沒那麼新鮮沒那麼好吃的，他呢就說這種就是冷藏的 Dubuki， 我們還買了一些雞扒回來送 Dubuki， 因為我們很肚餓，今天做完一件事，我今天就選了這一隻，他這個是有點像 Calabony 紀念的
我哋仲有一個嘉賓嘅，我哋今日嘅 model 仙如。喂，仙巴。銀仔，佢咧一開始已經分咗，唔使解凍添嘅。佢話係就咁拎出嚟，掉落去個鍋度，咁就可以食得噶啦。咁你整咩先咧？佢跟翻個順序，第一個係將肉酥，呢個條邊喺度。啊，可以咁樣成塊睇得唔得啦？睇可唔可以成功？佢本身真係咁樣噶，佢話唔使加水噶，直接擺入去得噶啦。因為佢份量全部都已經整好曬，跟住就係落呢個 sauce， 跟住最尾就落呢個 dog 啫啦。咁啊，三個一齊，我哋全部都穿黑色衫，因為今日嘅 dress code 係黑色，因為煮嘢食驚整污糟，驚你要整污糟我。多。所以真係唔使加水，原來係就咁溶曬佢得噶，都唔使加。哇嗱嗱哇！佢系男仔嚟，女仔嚟噶，一條條嘅，好似烏冬啊，好似烏冬。你落啦，你落啦，廚房。哇！全有未食過嘅大佬。呢位在韓國住了三年的朋友竟然未吃過便利店的炸雞，你覺得以為不好吃啊？其實是好吃的。我未過韓國 KFC， 我都覺得啦，我都，我搞一搞，因為佢有彈性。OK， 可唔可以食炸雞呢個？嚇，你食你咬一啖住試下。係啊，試下睇得唔得 ？Tteokbokki 就係要食挑鹽。啊，嗯，我突然間好想食啊！最鹹噶，唔辣喎。好辣。同埋佢唔係真係好辣。係啊，佢咧真係幾方便。我開頭見到佢咁大包，其實我驚咧係要處理得好麻煩。但係其實佢只不過係分 step 咁樣落去個鍋度用咗之後再包佢。跟住咧佢樣咧好得意，呢種 Tteokbokki 應該大家好少見。平時啲 Tteokbokki 都係粗嘅短嘅一條啊嘛，但係呢只咧佢整到好似嗰啲意粉咁嘅樣，係長形嘅，好 inner 啊！食落去，好味啊！我覺得我可以一個人食得曬呢個，好似有啲辣啦，因為個雞都辣辣地。你哋唔食呢個嘅？我食啊。但是分一半你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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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